那个再反一下光好吗？然后要把你的手伸长一点，对不对？又要换房间了，因为一直在追光。不会哦。哎，好看吗？这个好看吗？再拍几张可以拍几天？好。酒店的环境也非常的好，就会很法式的感觉。然后这也是 Peter 老师特别帮我们选的酒店，然后我们住的也蛮开心的。今天一整天在酒店已经拍了很久，所以现在我们想要拍一些街景。你的自信拿出来，真的很大，我在一直都在。